오! 你们干嘛呢？都把零食给我拿出来！学校不让吃零食，不知道吗？快点的！那谁竟敢背着我吃零食？来，交出来！跟你说，这老师绝对是故意的。Oh no！ 我明天让他哭，你信不信？哼！老师还没来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。哇哦，不错呀！这也太狠了吧！这才哪到哪呀？哼！你们今天这又吃的什么呀？这是老师刚做好的火鸡面，快尝尝吧。这还差不多，我来尝尝哦。哈哈哈。老师你哭什么呀？没事，我这是感动的，你们给我做了这么好吃的火鸡面。这面怎么这么辣呀？老师，你可要全吃完，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做的。好好，我吃，我吃。哎呦我去！你们这面真不错，我先出去冷静冷静啊。我的面怎么这么好？点击下方天才钱小宝，关注一下呗。